给你立一个调。也比较好钓了，那边可以，就在这里钓吧，这适合短杆，太长的钓竿应该不太适合。自然飘滑，几只被偷袭，因为皮在偷袭人家哈。鱼相通，采取突袭策略。哎呦，全身红红的！哇靠！
哦哦哦，为啥？泰国鲤鱼吗？好大条、啊，在那里，在那里。哦，这一条大概有1公尺。嗯，长。Hello， 我是伍佰啊，现在在桥蟹、啊，这边蛮凉的啦，不过杆子要很短，鱼也蛮多的，很好钓。有兴趣的可以来这边钓钓看吧，哦，那边还有红魔鬼很大条 ，OK。